我要敬拜你，最爱的神。
就那需要
引領我。聖靈，更多你充滿我，哈利路亞，更多你充滿我。亲爱的圣灵，再次充满耶稣会带我们
走出呢个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耶稣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系我哋嘅帮助。主，我紧靠你。自己的時候反而很多的問題，在這陣我們試試將我們的問題放下。主耶穌，我不再靠自己，我不再看人，不再看自己做得多好。主啊，我知道你凡事都能的，耶穌你凡事都能，我將我生命完全交給你，但是求你使用我的生命，我將我生命獻送給你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們，在這陣放鬆自己，神啊，有你圍住我，哦，我將我的主權交曬俾你，求你而家圍住我，同我一起將你的聖靈恩膏降喺我身上。耶穌，將你的聖靈嘅恩膏降喺我身上，感動我嘅靈。哦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主啊，釋放我哋嘅靈，讓我哋全然嘅輕省。So, 我哋有你，我哋就会变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。我今天在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分享怎样开始靠着神充满能力去辅导，去为人祈祷，人会经历到圣灵的工作，去辅导的时候提升人的生命。当我们将主权交给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提升。在这阵我们试一下，每一个对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完全属于你，我完全将我生命交你的手中，我愿意我生命被提升，不要被浪费。哦，耶稣啊，叫我不要浪费我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大大浇灌在我身上，求你现在更新我，让我知道我生命是极度的宝贵的。耶稣，我的生命是极度的宝贵的。Alleluia， 耶稣，求你的圣灵围住我们，哦，完全放松自己，神啊，愿你的圣灵围住我们，哦，Alleluia， 让你的爱围绕住我们，让你的爱围绕住我们，让你的爱更新我们，哦。
情大大的腰果在我们身上，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我愿意给你大大的使用，主教你打开我们的生活，打开我们的生活。耶稣，我依靠你，我依靠你。